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宁静的山谷中有一个小村庄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人们在村庄外盖起了三重巨大的围墙。虽然与世隔绝，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，开心地生活着。我们的主人公插口和他爱犬小灰居住在这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村庄的宁静被一只来历不明的毛星人给破坏了。咦，点解呢度有个春仔嘅？俾我睇下里面有咩先。哇，点解咁多人咁热闹啊？我都想入去玩下。睇下你哋做紧咩先。点解呢个墙里面嘅空气特别嘅甜嘅呢？俾我舐下先。我舐，我舐，我舐舐舐。咦，点解旁边仲有自带嘅烟雾效果嘅？我舐，我舐，我舐舐舐，有几好味喎！换个地方舐，舐好呢度，舐嗰度。啊啊！哪能讲过的有在空浪的，还是太冷了，哪能干的位置？哎呀，我生啥事体了？我接过你了，接过你了，不晓得呀。快点倒啊！我死了，哇，这么粗好。咦，他们在这里喊什么呢？不是在这里欢迎我啊？咁我继续舐咯喎。城市里的英雄决定留下对抗怪物。哎，这位拿着马桶塞的先生，请你退下。留得到了啊！墙瓦塌了，要冲进来了。我依然没瘦了啊！早饭没吃好，哪能就冲进来了？我们的主人公插口为了救回他心爱的狗狗，只能在人群中逆行。大家不要吓，小灰快点回来呀！危险呀！大佬，细佬，帮你入去探路先啊！啊！冲进来了，冲进来了，冲进来了！要死了，快点躲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打死他们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还抽着这个窝。侬不要伤害我小灰啊！气死他们了！哎，发生啥事体？我哪能被堵了？难道我也是外星人？我先帮伊打个招呼。你边位啊？唔通你系我失散多年嘅妹？俾我舐下 check check 你嘅 DNA 啊！哼，啥人是侬妹妹？侬把我屋里向嘅墙都砸烂脱了，侬看看介大只洞，我嘅小狗被侬朋友砸伤脱了。能帮我带开？不要嬲啦，妹，舐下我哋和好如初啦。我要出来帮侬单挑。叫侬比，今朝请侬吃这份烤鸭。阿妹，莫打我，好痛啊！
你们两个搞什么啊？啊？在家玩？嗯？以为自己是巨人哈？啊？看你们两个把我的乐高搞成什么样子？啊？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大王。拿出了车库里的一堆塑料泡沫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，我们已经做完了第二个围墙，现在要放点村民进去。恐龙为什么进去了？我看到怎么爬在那，从天亮弄到天黑。城堡吗？要有城堡的样子吗？围墙，弹幕帮我刷讲究。小狗把侬朋友搭上脱了，我小狗把侬朋友搭上脱了，我的小狗把侬朋友搭上脱了。今朝请侬吃竹笋烤肉。今朝请侬吃竹笋烤肉。怎么样？今天轮到我叫你了。